哎，你说这事奇怪不奇怪？今天的故事发生在一个神秘的地图种子中，游戏版本是 1.12.2， 玩家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个种子地图，种子号为9009900。听说在这张地图内一直朝着北走就能找到一个满是宝藏的坑，于是玩家叫上自己的朋友一直朝着北走去。老规矩，认为自己超级勇敢无敌牛的，请动动你勇敢的小手，长按屏幕中的点赞钮支持一下吧。两人经过一番跋山涉水后，来到了一片高山区域，再往前走已经快到了尽头，但到目前为止什么都没找到。朋友此时突然转过身来，以一种极其暴躁的态度询问玩家，这个地图到底有没有宝藏。玩家半开玩笑的回复他说没有，逗你玩呢。没想到朋友竟当真了，表示非要送玩家回快乐星球不可。玩家一看朋友这么愤怒，看来是玩真的了，于是他转身就溜，边跑边求朋友手下留情。跑着跑着，玩家看到了前方不远处有一些奇怪的东西，放大画面可以看到是一些蓝色的物体，翻过山走近后，原来是一些水柱，像是一个个喷泉。玩家又试着靠近这些喷泉后，突然大量的钻石矿映入玩家的眼帘，这应该就是找到了吧？看来是真的。玩家赶快叫朋友来看，证明自己没有撒谎。朋友一看，还没等玩家反应过来，他就拿出镐子准备挖掘。玩家此时留了一个心眼，他立刻阻止了朋友：“这么多钻石矿，能让咱们这么轻易挖走吗？还是先在附近看看有没有其他异常吧。”朋友觉得也是，反正地图就他们两个人，钻石矿又不会自己跑，先确认安全再挖也不迟。随后，玩家二人找到了一处满是钻石矿的矿洞，两人一番讨论，不如就将家建造在这儿，出门就可以挖钻石。多好啊！正当两人准备分工行动时，突然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的钻石矿从眼前嗖的一下跑没影了。玩家很确定这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的东西就是一块钻石矿，这也太离谱了，钻石矿这年头都会自己跑了。朋友表示也很匪夷所思，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前方高能叫到了，老规矩，认为自己超级牛的请赶快在弹幕打出我超牛，保护一下钻石矿。为了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，两人顺着那块钻石矿消失的方向一路探索，很快他们来到了一处开阔地带，只见前方有一些零散的钻石矿。正当玩家与朋友还在讨论刚才的奇怪现象时，突然前方的钻石矿隐约都动了起来，玩家还以为看走眼了，谁知道这真是一堆钻石矿自己会动了。说着就朝着玩家二人快速靠近，两人本能的选择逃跑，可没过多久后，这些钻石矿还是追上了玩家二人，于是他们便开心的嗝屁在这片钻石大陆了。